他已经是甲子了，18岁跟60岁已经是一个过程了。看到我爸爸妈妈的辛苦，我就立志我一定要赚钱。我的同学还去读高中，对，我已经16岁，一天。一天上少八场，一场八百，那时候一天几几高？几啊？我那时候他已经可以买块地了。跟秀姐完全不同，我是欠了第一桶金，一张卡变两张卡，两张卡变三张卡，以卡养卡。那个顺哥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去录《封神无双》啊，录到9点多10点，我说酒吧，你真的有这么缺吗？身体搞糟了，对，你这1000块买药都不够啊。但是现在我会取舍了，你不会。你不会，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我是从小哈，我就一直想赚钱。哎，为什么？从小我家庭环境不好，他在我老母为着不爱生我，为了怕负担不要生我，他还没有钱去买堕胎药，去跟亲戚借了50块，买了2次堕胎药，吃了2次堕胎药我都没有掉。哇！后来我妈妈就没有再吃第3次。你住天得来呢？对，所以我就生下来。我大概5、6岁的时候，我还印象就是我妈妈要煮菜，还可以黄昏市场叫人不爱叠菜哈。高丽菜脏脏的菜叶要剥下来。爸爸是他什么工作都做，去对头拉苦跳刷，哎呦，嘛去学摄影，哦，嘛去做两个学徒学擦彩，什么都做了。一年哇，24个头家吃买给不咋咋。以前我们唱歌一场800块，第一次出场你要就穿礼服，礼服完唱一首歌再脱一件，对，他的第四首要变。不辣椒，不辣椒，泳装啦，对对对。然后呢，16岁的时候我瘦得跟猴一样。你不要那形象请老了，中国自己说高，没那么高，怎么办呢？礼服师傅就说，他说那你要特制那个看起来大大的，因为他在模拟不辣，哦，一个是筋嘛，筋水饺很硬的东西，筋掉这个用那个胶带捆啊捆对，然后从这边，他比如说你是34C， 你就要变成32A， 所以他才有办法里面塞很多东西，这么紧哦。看起来很澎湃啦，看起来像要跌倒安尼喔。你先啊，烫完了后，敢两只葡萄干啦。我已经16岁，一天上少八场，一场800，8×8=64嘛。6400。你看，一天，我那时候6000几块，我那时候那个时候6000块很大，才10块钱，他已经可以买块地了。我人生25岁，我就买，我妈妈帮我买第一间房子，差不多我们那聊的年代差不了多少，38万、40万就一栋房子，而且是1、2楼，还加车位、院子的。来录影哈，我是做移民，哎啦，我现在是选择我开心的。节目我对，哎，我就很艰难的，像外景游戏那个跑来跑去那个，我就没办法。是，我讲老温，你卖个去啊，你已经58回，哎，对，没错，20几回，你拢生也倒啊，生两轮，生出来起了，我生出来。到时现在已经有60了，你有60，他已经看不出来是甲子喽，真的看不出来。那你现在长这样，你以前长怎样？你看啊，我这个时候是我18岁时候的样子，18岁。跟60岁好像是肌肉真的，你那时候在当 dancer 吗？对，我那个时候是 dancer， 我那是四大天王的 dancer， 20岁嘛。哎，你以前很怂哎，现在20岁嘛，30岁。何老师，何老师，你以为我们瞎了啊？你这一张跟这一张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放大，不是一个是缩小。我就是嘛，前面有人看不到东西，你以为我没仔细在看了？有老人家在看都看不到东西。他以前的样子，可是没有30岁，没有了，那是化妆啦，是化妆到的。那时候他其实红的时候是一个广告，对，卖歌卡啦。哦，那个是你，那是马哥，卖我管你看好哎。对对对啊，我就虚荣，对虚荣，就是绣花枕头。对，然后后来。就一张卡变两张卡，两张卡变三张卡，以卡养卡，黑板都出来，我请装大哥，然后对不对？哎，喜欢这样子。现在没办法。后来他说你钱给我管，然后管了他帮我跟他在一起2年4个月，我利用这2年4个月，他帮我理财，理到最后由亏转盈。但他老婆会跟我 complain， 他吃和牛他觉得太贵，我说不是吃和牛快太贵，不是吃和牛会过敏嘛？不是你吃他喝吃和牛会过敏，他吃的河里面那个河啊就不一样，他当然会过敏。不要乱扯啦，我是说真的啦。然后真的，但是我最希望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家族荣耀，荣耀，我让我爸爸高兴，高兴。那怎么样高兴？我很意外的得了金钟奖，所以我得了奖之后，我第一个就是。爸，我没有让你丢脸哦。是，爸，我去录《封神无双》啊，录到9点多10点，我说，快点。他说你怎一起安诺啦？啊，你在赶什么了？我说我还要回去打酒吧嘛，打工。然后他说啊，你现在还要回去酒吧？因为你如果你标准6点上班，到凌晨2、3点打烊是拿2000块，一个晚上2000，那你10点回去，10点半10点回去还可以再领1000。
就是还可以领半薪，然后顺哥就搞到公公，你这样子你真的有这么缺吗？对、啊、你如果真的搞坏了，身体搞糟了，对，你这1000块买药都不够啊，对，是不是？啊、我也知道，可是在人在当下在辛苦的时候，你不会顾不了那么多，嗯，就觉得但是现在我会取舍了，嗯，有没有必要？你不会。你不会，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子？他太抠，我跟你讲，我一直照顾这哥们，我说我有好的，我一定有他。哦，真的，这是真的，哦、所以我好谢谢潘老师，就是别谢谢潘老师，你有好的也跟我一点。会一定会。以前哦，刚上单下上什么刀山下油锅，什么龙潭，因为你要缴贷款什么，对对，家庭生活是。现在我妈妈说你要好好的过你自己生活，你有没有老公？对不、嗯？啊，其实我这个人我嘛无法度有老公啦。听他讲，就搞骂人。不是啦，不是。阮家碰伊，我拢要熟的，要我家己介意就好、嗯。因为我无法度一个物件看足久的，我一直想要换新公妈才会兴嘛。哦、翁爹，你翁爹一直看，一直看，看在身。一个翁，你看20年也是一个，困在那边40年都一个，困在那边50年这，恁白头啊。真的，那小鸟都养不大，啊不，变老鸟了。一个鸟啊，要死要死，排两刀米都关袂起个。对，亲像马里奥伊都猛爆性的阳痿啊。你看，猛爆。有一次我去西门买东西啊。啊！就后面我听啊，我怎么他靠腰闲了？我什么代志哟？什么代志？怎么了吗？他说你是小姐吗？我说对啊，对，怎么了？你是叫医院给丢掉？没有，我最近运气不太好，你可以骂我吗？小叶干嘛？真的假的啦？啊，你听着，真的啦，就这人都叫我干嘛啦？我拍死我不看钱，我骂不出来。请跟我一起跳 ，Come on， 秋里队。好，乱摆，很好，对，就是这样。请摩托车，过去摆，就你对，看你对 ，Come on， 过去摆，吹了，哦，很会骑，很会骑 ，Come on， 手在哪里 ？Come on，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 now，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 now， 过去摆，快点跪，大家赛 ，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 now，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 now，Here we go，Here we go，Here we go now， 摆个 pose， 就那么简单。我那时候还有接八点档，然后呢，在排戏的同时，那时候冬天，导演就问我说：“你的胸口到脖子以上都是红的、欸，镜子起来一照，哎、欸，真的红的跟瞎子一样。”我想说啊，更年期、嗯、对，特别容易生气，那、讲话特别容易大声。比如说 Kevin 家，那我问下次要多少钱，然后他就说很小声，是偌济啦，你讲啊，小娜是上贵哦。我不是啦，我听不清楚你讲偌济钱啊，8个，我好好8个，我就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我很凶。对，那后来呢，我妈妈说你要不要去调整一下，看是你要去运动啦，或者是要去吃什么调理的。对，后来呢，我就每天下午的5点我就去游泳，游一个小时我再回家，一直到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更年期的障碍哦，已经过了。你也是靠运动，很棒啊。然后就是该吃的营养补给，有效就有效嘛，啊没效就强身嘛，还蹦加嘛，有加有加气，哎，有胸有无波比嘛。对，50岁之后的身体才是人生的开始。有人说人生70才开始，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人生70才开始酸痛啊，对，挂杯啊，对，真的，所以人生70才开始啊。还有的人也会提前哦，你讲主少年，你有糟蹋你的身体，你不会顾你的身体。卖光70，也许50你就开始了。对，有没有？你看马里奥，对啊，52岁猛爆性阳痿，对啊，43岁就开始了。对。